二级赛董事杯最佳马夫表现奖颁奖仪式现在开始，我哋有请澳门赛马会赛事名誉董事陈涛文先生，祝贺颁发俾10号嘅马夫，恭喜晒，唔该晒陈生。 好啦，连一次胜先攞到最佳马夫表现奖先啊！好啦，所有马匹入齐集啦，第四场咧董事杯二级赛啊，1500准备，一嚟冇嘅时候咧，我系最快嗰只新品，喂，一跳出嚟喳喳声咁走啊！咁啊，外面咧都好快，得意冇冇啊，几打都啄住佢先哇！咁啊，已经拍咗上嚟呢个第二位噶啦，咁啊，然后后边咧先见到福家王嗰啲马嘅加维快啲啊，啲太阳出击啊，咁外档咧就有啊，嗰啲伯乐天使啊，咁啊，然后咧再后啲堆咧金威孖宝咧都唔系好脱节嘅啫，咁啊拍住一齐嘅咧就。喺个内档有只及时赶到啦，咁啊，然后咧再后啲堆咧，金威孖宝咧都唔系好脱节嘅啫。咁啊，拍住一齐嘅咧就喺个内档有只及时赶到啦，咁啊，然后咧再后啲堆个马咧先勇敢熊猫啊，咁啊，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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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后啲堆个马咧先勇敢熊猫啊，咁啊，
击啊，嗰啲咁嘅马入嚟直路，咁啊后面咧再见到咧，仲有啲白乐天使啊、福家旺啊，咁嗰啲啊仲有啲啊及时赶到啊嗰只马噶，喺前面咧一路得意冇乜滞咁啊，好似见到啊嗰只得意宝宝啊，带头嘅仲系呢个新品威啊，咁喺后面咧冲咧上到已经大阿哥喳喳声上嚟，整个第二啊大阿哥，第三名嘅咧就系太阳出击，第四名咧先系得意宝宝1682。大热门赢马最后独赢1.7倍，一搭六嘅连赢位有20倍，哇！赢到甩晒啊！只新品威，佢真系太犀利，佢干块地，佢干块又系放，太犀利啦！佢都干块地，都冇办法噶，夹硬搞死嘅吓，嗰只十二冇办法，佢啄住个夹硬啄嘅啫。而家第二，其实好多马上都好劲喺里边。嗱，你阿金威孖宝你都近，连一节胜都翻嚟一段噶。而家咁睇，金威孖宝系惊一样嘅啫，唔系嗰只新品威啊，新品威系惊香港马嘅啫，系咪啊？系嘛？有香港马佢就唔到啦，冇办法啦，一冇香港马真系即系土皇帝就咁啊！呢啲啊，喺呢度恶晒，大胜而回。跟到散咗啊！得意宝宝啊，反而首个位嗰只太阳出击咧，呢场都跑得唔错啊！后边就甩晒碌，睇好准嘅嗰只马。太阳出击夹硬掠上嚟，掠死咗得意宝宝啦！得意宝宝啊，其实唔应该跟得咁近嘅，因为佢个一早摆喺个第二啊，反而唔好啊，未试过咁跑啊，个进度啊，而家惊哦，走得晒啦！新品威挨住第二位得意宝宝都唔系太多啦，呢度外边上嚟太阳出击啦，咁啊转位出去嗰只福家旺嚟嘅，要慢慢，而家都未转到出嚟啊，而家先转出嚟。咁啊，五号啊，反而走里边，今日孖宝啊嘛。啊上得劲都冇用噶啦，对呢啲威胁唔到噶啦。喂，哇，赢十个马位咁，有乜办法？睇下做咩时间啦，真系夸张，一破纪录，唔知道破唔破噶。佢第二次赢董事会，破唔到啊，破一分25.4秒，佢1:24.9噶嘛，佢自己嘅纪录。好啦，赢董事杯啦！呢场亦都系新品威喺澳门嘅第11场头马，鹰头马上，
有气势嘅吓，想头先嗰场告唔甩，庄建设马房就等佢起马啦。即系有阵时呢啲都有啲运气带落去噶，呢好难讲噶嘛，系嘛？好啦，派彩亦都作实。二级赛董事杯颁奖仪式现在开始，胜出今日呢项杯赛嘅马匹系嚟自庄建设马房嘅黄俊峰拆骑嘅一号马新品威，恭喜晒！有请澳门赛马会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李柱坤先生首先颁发胜出马主奖项，有请郭焕雄先生以及潘若雄先生，好啦，有请马主，恭喜晒！继续有请李生颁发胜出练马师奖项，有请庄建设，恭喜晒！唔该晒李生，现在有请澳门赛马会董事吕兆文先生颁发胜出骑师奖项，有请黄俊峰，恭喜晒，唔该吕生。好啦，主礼台呢个时间咧即将会拉起彩带，有请台上嘉宾一齐合照留念。二级赛董事杯系由庄建设马房由黄俊峰拆骑嘅一头马新品威胜出。在这里再一次恭喜胜出的马主、练马师以及骑师，恭喜晒！有请工作人员递上香槟。二级赛董事杯由一号马新品威胜出，恭喜晒！好啦，将时间交翻俾直播室嘅同事。好啦，睇翻个重播，一出集就弹咗出嚟啦。哦，一路要推住佢走，咁好快啊！嗰只咁啊，得意宝宝上咗嚟嘅第二位嘅，福家王喺内到个第三。跟住啊，太阳出击，再后啲啊，百乐天使啦，入边啊及时赶到，再后少少见到拉斯入镜嗰只系用金熊猫嚟嘅。其实佢呢个位置都冇问题，十二啊，都系啄住嘅啫吓。嗱呢度开始慢慢放嚟啦，新品威啊！第二位得意宝宝，第三位太阳出击，里面第四位是福家王，外面是百乐天使。这大阿哥还是包尾的。那扎马就在四五个马位里面的啫、啊哦、里面有个有条路上喳喳声大阿哥。又抽翻出嚟望空，哇！拉屎追好多啊，大哥。